难受，香菇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难受，香菇在这里。第一次为一个男孩子这么香菇，难受，香菇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丢我一个人在这里，难受，香菇。本来今天高高兴兴，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难受，香菇在这里。